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and we're here in Chengdu, the fourth city outside of Beijing. Right now, we are in the research base of giant panda breeding, a place where countless sums of government funds are spent annually to figure out how to make pandas do it. Well, outside of panda love, Chengdu is known for its laid-back lifestyle, its vibrant music scene, and its hot food and hotter women. And in honor of the latter, we have a five-piece band ready for you made entirely of girls.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no all panda bands yet. Because in China, the male is the power of the energy, and the female is the power of the energy. Actually, girls are very annoying. Thank you.
我自己比较喜欢大象，我们都比较喜欢这个动物，然后对，因为很酷，大象就非常的大那种，然后真的吗？非常大。是啊，大象本来就很大啊，然后你不能对，然后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关于大象，它其实非常的聪明，然后而且它性格，它表面性格是很温顺的，但是它会 revenge， 它会复仇的，对，它很记仇，它能记住那个人身上的味道，所以有一句歌词就是 they can use their black eyes find who killed them with gun， 就是它可以记忆的。贝斯手跟键盘手都是学作曲的。对，然后鼓手就是学架子鼓的，然后吉他手是一个非专业，鼓手是哦，对，鼓手是好吧，打击乐，打击乐系啊，然后嗨，我是专业，他是学医的，对，只有啊，对，吉他手是医生、护士。不是，医生跟护士有区别。好吧，吉他手是护士。医生，你是医生吗？啊，我以为你是，我一直以为你是护士。我也一直开刀吗？我也一直可以啊。我在家里我现在已经变成护士了，家庭护士。没当过医生啊，我们都以为你是护士。然后后来我差点转行当兽医。是因为医人医不好吗？没有人给我医。女子乐的可能它本身确实是一个噱头，但是你要说吗？就是我觉得就是肯定大家就是对我们这个女子乐队就会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我们五个人能够一起走到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相处就很舒服。然后我们今年在准备乐队的第一张专辑，然后可能会在十月中旬的时候，10月17号的成都站开始，然后有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巡演，到时候会有十四个城市，对，然后就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全国巡演，也是第一张专辑，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兴奋。这次的巡演就是都是由我们乐队自己全部自己花钱，不管是专辑的录制，还有巡演的所有的费用，还有海报啊什么的，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来自己出钱来做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过会有多少回报，就是非常我们自己非常期待，也自己非常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有可能巡演完了之后，可能我们收获就是可能不会有多少回报，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过程我们非常的想要去经历这个过程，重要的经历，对，我们都非常希望去经历这个过程。然后还有巡演，肯定是因为我们五个女生其实都是女汉子，但是应该也会非常累，